家好，我是 Amy。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除了使用拉力绳来提高我们蛙泳的手部力量之外呢，还可以使用怎么样的一个小工具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啊。首先我们会用到两个小工具，第一个呢就是浮板，第二个呢就是滑水掌啊，就是这两个很简便的东西，日常也会比较容易的找到啊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吧。我们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，关注 Amy 游泳学堂，让我们在学泳的路上少走弯路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